给亚娜买的尿不湿，这样，这样，剩下的尿不湿只够用两天了，刚好今天我们现在天水的麦积山这边，刚好今天到货了，发到客栈了，对，我重新把它装一下，装到它的这个车后备箱里。是可组的油啊，我看空了，瓶子都空了，我刚拿出来了。你塞完了吗？没有。亚娜边走一路看啥都好奇，亚娜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什么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。现在我们去麦积山石窟往上走，路边都是卖这种小饰品呀、旅游纪念品的，已经在网上预约了门票，这人还挺多的，还有很多卖香。这旅游景点全是人，我还想着麦积山石窟比较小众呢，结果这么大众，这么多人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，过了刷了门票。这真小众，这就是很陡的台阶。这个台阶越来越陡。来，前面班长，前面跟着上啊！你们下次别把手机放手里头啊！来，拍到这边拍啊！啊，你跟前面，把前面也先顶。不得不说，麦积山这一片，应该真的算是甘肃比较好的地方了，到处都绿的。森林，妈妈，嗯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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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犯困的小朋友。乐托，不要这样。佛陀，不打。黑姆，你转过来呀。黑姆，黑姆，黑姆，乐托，乐托，干嘛？乐托，乐托。出来了，亚娜也睡着了，抱着就已经困得不行了。月什么？嗯。姐姐，好吃吗？好吃是吧？我是行者木然，我们现在在天水的麦积山脚下，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农家院，叫温馨农家院。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个晚上了，今天呢就要继续出发，去往先过天水，往兰州方向，先过天水。这个小院子真的是非常舒服，它这个地方真的是依山傍水，而且特别适合夏天来度假，它特别适合避暑，而且呢是院子里就是山泉水，直接在这接着。直接到里面一烧就可以了。你们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呀？12间，亲子间呀，标准间啊，对，大床房，嗯，这都有的。哦，大概的费用从最低到最高是多少？大概就100多块钱。就100多块钱，哦，就是你们提供不但是提供住宿，
也提供吃饭是吧？一日三餐都提供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那就等于说，大家要去那个麦积山石窟，只到这儿，就住在这儿，你们基本上可以一条龙服务了，免费接送啊、哎哦！因为我昨天去了，上去只有一公里多。一公里步行也就五分钟嘛。现在我们离开了麦积山，在麦积山石窟这边住了有三个晚上。然后住的一个农家乐，感觉特别好，很舒服。就等于在农家乐里面吃住全部都搞定了。休息了三天，洗洗刷刷，把衣服脏衣服都洗过了。现在我们往天神走。这里一片好像是他们的安置房，但是没有安置下来。天爬这个坡的时候，爬的我呀，累的我真是够呛。还好今天都回来了。那天爬了有多长，今天就溜多长的坡，不用蹬。这个麦积山这边路修的还是不错，只是感觉他们这个旅游做的很不成熟。政府跟那个旅游公司啊，这种没有给这种老百姓留一点点，当地的老百姓留一些那种培训呀，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种规划性的创业。家家户户都是农家乐，大家都在抢这个农家乐的市场，没有规划一点多样性的这种创业服务。但整体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也还是那样，好像大家都背着很多，因为做这个农家乐，大家都背着很多的贷款。然后虽然游客好一点了，但是整体的这个没有把游客留住，大家都是匆匆忙忙来这，就是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的，其实完全可以开发成度假呀这些。很舒服，算是甘肃应该是最舒服的地方了。像西安那些离得近的地方，哇，夏天在这边要是度度假，一个星期半个月的，哇，还是很美的。轻轻松松跑出了20公里，今天好美呀，感觉，哎呀，心情都是美的。主要是休息了两天，再蹬车感觉也更轻松，然后一路几乎就是平地，一点点坡，大部分都是下坡。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可以去到房间去天水住下了。正在办入住。在天水住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，好多全都不接待外宾。然后刚找到一个接外宾的，去人家说又不接待了，害得我们定了又退。谁说了算？人家说派出所说了算。这是我们的拖车，放在房间门口。我们定了这个房间。娘呢？过来。这是一个套间。这里有一个阳台。什么？这是阳台。这边沙发套间，里面有一个单人床，一个双人床，还是蛮宽的。不要在这儿咬，把手机放着，一直放着。我们看明天天气预报是雨，本来我们是决定露营的，然后看要下一整晚的雨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订住宿。但订住宿呢，这边好难订啊，找了好久，很多地方不接待外宾，然后找的刚才订了一家，网上显示接待，到了前台又说不接待，然后我们又退掉又重新来这边套房。380。
大叔说好便宜啊，这个在美国一个人可能都不，像这样的房间最少$200起，因为这是市中心。我给他说380块钱，我觉得好贵呀、啊。有时候想法，但是实际上美国人赚的钱多，还比中国人没赚的那么多钱。不过位置挺好的，那边就是潜水市中心嘛，那边就是那个博物馆，后面这就是潜水古城，往那边走是伏羲庙，基本上是在核心区域呢。啊，这是水呀、啊！看你喝的这个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在喝酒呢。这个人，只要我俩一同时牵他，他立马就想把脚伸起来。这里好像产樱桃，桃子，桃子是真的好吃，这边的桃子。还有卖瓜的，这边的瓜也不错。我们待会儿可以买一个小的西瓜。我们家有一个，哎呀，待不住的，在酒店我们想休息一会会，然后再出来吃饭。他一直吵的，要出去出去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早早出来了。小朋友，别个扇子啊！谢谢。谢谢。不是谢谢了吗？现在我们来到了伏羲城，就在天水古城旁边，很近。这里感觉游客跟当地人都挺多的，门楼挺壮观的。亚娜在这边看他们跳啥舞，在这个广场做直播呢。你直接打字，然后我不会那个。我不知道你们直播点赞放音乐呢，亚娜在这高兴的跳舞。你看旁边的这个小朋友，他嫌太吵了，把耳朵都捂住了。就这个是吧？现在我们在天水这个伏羲广场这里，随处可见的网络直播。明天应该，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应该是要下雨，今天天气有点闷，而且好多的燕子。你看那个，第一个写的文化，结果翻译成英语的时候翻译错了，翻译成文明的。第一个酿酒的那个。我们现在在酒店吃早餐。亚娜一直是再来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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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。杯，快喝吧。先不放，亚娜，妈妈给你洗一下再放的。滴答。这个人一直在问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啊？然后把大叔问的直接挡住了。喝茶吗？我们现在。我一直在等着你的茶，我不能一直坐下来。别动哈、哦！你这动我电脑可不行。你今天把我问的都
这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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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啊！我们准备泡茶喝，捡起来。下雨，在酒店亚马待不住，看得稍微雨小了一点，哎，就没办法带它下来了。这是晚上的天水。